国足出征马代，艾克森开心，李可、蒿俊闵都很低调，郑智范儿最足。谢鹏飞的落选最没有什么悬念，锋线上云集了艾克森、吴磊、韦世豪、杨立瑜还有杨旭等一众好手，没有他的位置也再正常不过。这支队伍新队长已经变成了蒿俊闵，而据记者透露，郑智的身份已经低调转成为国足的助教。9月8日一大早，记者发来国足出征的前方影像资料。此外，在机场，艾克森还很配合地跟球迷合影，张琳芃则是给女球迷签字。在机场，郑智依旧是走路最有范儿的一个，毕竟当惯了大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蒿俊闵则显得很低调，无论是从酒店出发还是在机场，蒿俊闵都走在人丛中，不显山不露水，